大学毕业是你们人生的分水岭，正统的艺术机构才是你们最应该冲刺的地方。从小，我妈妈每天拿着计算器规划我的人生，我永远只能做个木。这都几点了还不回家？我这练舞呢，我不能加入中央芭蕾舞团。回家好好的天舞，你非要做个小乞丐，做个小流氓。同样都是艺术，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吗？我们跳街舞追求的是什么？打破束缚。我有我的梦想，我有我追求的东西。说起梦想，每个人都会选择膨胀，但是你们有谁坚持了自己的梦想？如果你妈妈能还像你这样年轻，让她重新可以再面对一次梦想，你说她会怎么选？